guys, good morning. 今天是我的第一周上班日。But, a huge but. 我喉咙超痛。就我其实前两天已经吃了抗生素了，但是它到现在还没好。然后我想说完蛋，我难道第一天上班要戴口罩吗？那我干嘛还化妆？现在大概八点。但是我是九点半才要到公司，所以我大概八点四十出门就可以了。对，弟弟早安。你几点上班？我九点半啊，所以时间应该算充裕。对。同事带我来看夕阳。小军 ，Real size。哇哦！你要入我的 vlog？ 我不要弄。我才刚看到你那个上岸的那个。啊，好尴尬哦。拉拉圈可以借我拍 vlog 吗？还是现在太丑了？当你写了六个小时的论文，就会变成。晚上再看这个东西，舒缓压力。我们家唯一可以跟我弟看同一个东西、打同一个电动的人就是我姐，还好有我姐，不然我弟一定很无聊，因为完全被打电动或是二次元的东西完全无法。我今天的晚餐是姜母鸭面线。回家吃饭的感觉真好。所以你今天有觉得我不在家，你有小孤单吗？还是还好，没有发现？有啊。真的哦？就起来，空空如也。心空了一排。你应该比较 care 的是跟陈爸干这一吧？我今天在公司，就是帮我看一堆。线上教学，突然间感觉回到在读硕士的时候，从头看到尾，然后就一眨眼就看不完了，要下班了。我发现我们公司最近很多人有感冒，就我们那桌的人全部都戴口罩。也会想说，哎，我怎么都没有分享，就是在公司的状况啊？因为我同事会看我 vlog， 没有来开玩笑的，因为我现在才刚就是开始上班，所以我一切都还在 input 阶段，就我还没有实际的 output， 所以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。所以呢，这个礼拜就是看我在那边开开心心吃吃喝喝穿搭的影片，我的爱包。其实我前阵子会带书到公司，但我现在觉得中午就好好睡觉吧，装什么文青。完了，我桌子又开始变超乱。好，那我现在要出门了。我出门前最后跟大家推荐一个小东西，有在关注我的人不是知道说我很喜欢听书吗？我最近呢就非常喜欢用一个 app 叫做天下杂志。对，那为什么会喜欢它的这个 app 呢？第一个是我很喜欢他们城市的主页，就是它右上角有一个文章语音的按钮，你可以切到就是听新闻的版面，然后你每天只要花十分钟就可以吸收一些国际动态啊，或者是产业的时事这样。我觉得天下杂志的内容也比较有保障啊，就不会是道听途说。对，然后我自己个人很喜欢这个有频道区块产业的页面，就我自己很喜欢去挑我喜欢的产业或者是内容去听。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它的内容短又很精辟，很适合就是通勤，然后一篇文章大概七到八分钟就可以解决，就不会就是拖很长，然后你听到一半又没听完，然后又下班又要继续听这样。对，然后再来的话呢，真的大推就是
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消化方式，因为有时候你知道通勤嘛，就是一下要上楼梯啊，一下要搭捷运啊，一下要坐着，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说你要用听的 AI 语音帮你播报，那你在坐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手机那边滑。对，那这里必须大推一下他们的 AI 语音，听起来一点都不假。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突然遭解职。好，那我废话不多说，我要赶快出门了。好啦，那天下杂志他们现在有一个超级优惠的99元学生方案，只要少喝两杯手摇饮哦，就可以解锁他们各种产业洞察新闻，而且还有价值破千的经济学人每年都会出版的 The World Ahead 中文独家授权电子版，还可以免费参加他们的线上论坛，真的超级划算。我觉得99元就可以投资自己有不一样的事业，是真的很值得啦。好啦，那最后提一下，就是我觉得还是鼓励大家平常多花一点点小时间去学习新知识，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。所以这边呢就推荐给大家天下学生方案，知识伴你99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到下方资讯栏留言参加抽奖。我走在路上在那边拍自己超像什么人人喊打的网妹。 Oops， 我必须说我从欧洲回来之后我非常讨厌，就是我每次在路上想录 vlog 的时候就突然超大声的motorcycle 会从我旁边经过，就啊，对，其实我觉得就是不一样，因为在台湾就是早上摩托车跟蝗虫过境一样，但在荷兰的话就是一堆脚踏车蜂拥而至，只是那个声音跟那个气味很不一样。对，今天中午出来买饭，这是我第一次中午出来，平常中午就是自己微波完再蹲在角落吃，但现在就是来几天就开始有点原形毕露啊。这是什么鸡排饭？我等下要看看。这是鸡排很大一个，超多人排。不如就是错峰。对啊。什么时候走才比较？刚老板娘看了一眼我的 PPT， 我感觉她很嫌弃。你想要什么时候走？我随便啊，我就是陪你到你要走为止。因为我们要八点。可以啊，八点不是快了吗？对，我们现在要八点，我可能九点吧。九点哦。好，拼了，九点。拼了。You and I love so softly, like soft serve eyes. 字的意义明白是吗？哎，等一下，不是，我会了。你真的会吗？两倍，它是成人。对，我懂了。你怎么在懂它？21，你为什么不用计算笔写在计算笔纸上面？你写在这边不是很乱吗？我要就像我们写在上面，然后在我们身上越乱越好，颠覆三观。好，你懂了就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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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早安。今天早上呢特别早起了一个小时要来做瑜伽，我脸还是很肿。So abrupt the way I am reminded of usFound our stuff, old Polaroids of times behind us. I can't get you out of my head. Went on a day, thought I'd get my mind off of you. We stayed up late, she got herself a glass of Pinot Noir.Same kind that you always saved up for.
said I'd never lose. Still I find a sign reminding me of you. And I stay up countless nights just trying to forget.我这一碗的是蛋白粉加奇亚籽，对，那因为我的蛋白粉是那种植物蛋白，所以它很容易凝固，对，就很好吃。嗯，因为我早上跟中午，就是我现在给自己定的规定，就是不要吃太多碳水。那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只要吃碳水就非常容易想睡觉的人，然后。我以前不会特别想睡觉，是因为我下午会去运动啊什么的，因为到学生嘛时间很多。但你要说现在在工作的话，我一直坐着，然后假如说中午又吃很多淀粉，早上吃很多淀粉，我不是很容易很想睡觉。所以呢，我就中午跟早上不要吃太多碳水，我就觉得我精神好蛮多的，然后也不用说一直要喝咖啡才有精神。所以呢，推荐给大家这个方法，那晚上就回来就可以暴吃嘛。连标签都还没剪哦。哎、欸，这件真的好好看哦！女儿洗脑妈妈买的，是被女儿拿去穿。结果穿这种真的是不是为了工作，是为了下班见朋友。我现在呢要去找我朋友了。我们今天来吃一个寿司。Brain part 像那什么 sensory receptor， 他们如何有关联什么？怎么办？姐姐都看不懂，要怎么考你啊？你讲那个 section， 那我讲那个 function， 不然就是你讲 function， 我讲什么 section？ OK， occipital，第一个就不会。你讲 occipital 是零分了，零分了。Visual image。Yes。Temporal。Temporal 什么？Temporal 是什么？ Temporal 是recognizing and understanding words and language。Language， 还有那个 visual 那个sound 的 ，like recognizing sound。Sound language and also smell。Smell， okay， detecting smell。好 ，frontal。Frontal 是motor ability， 这 motor。还有 personality， 还有那个 decision making。Yeah。Cerebellum。Cerebellum is like the balance。Yeah。好。好，应该都没了。还有下一张。我现在在看这本书。然后下一本为你去解好了，这是我同事推荐我的。
假说思考的 BC 提问，在看完再跟大家一起分享感想。I trust back dedicated just to you.